在医药分业的环境之下，为了提供更加全面的医药咨询服务，谢时彦诊所特别甲博士药局合作，提供各类处方签用药甲营养品，经由医药专业分工甲合作，达到更全照顾乡亲健康的目标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好彩头哦，我来点心意哦，你来绿帽。长期落实照顾大和平地区乡亲健康的医师谢时彦，经过甲博士药局董事长陈淑梅合作，除了就近提供乡亲各类处方签用药的签领以外，透过医药分业甲合作，予乡亲会当直接向医师咨询各类营养补给品，为家己的身体做好把关工作。博士药局开幕的日子啦，谢谢希望大家那有需要的来这美容馆啊，先说来迄个药局摕一寡保养品啦，安尼啦，促进健康哈，谢谢，谢谢诊所长期啊在地方经营哈，那为了营造大家的健康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努力，好促进那个乡亲的健康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早晚保暖哈。谢时彦强调，长期照顾大和平地区乡亲，为了充分满足乡亲需求，甲确立医药分业，才会甲博士药局合作，希望用更加全面的医药咨询，让乡亲的健康得到上大的保障。新中华新闻江台金何美采访报道。